佛教智慧故事。阿弥陀佛，十年前先帝曾与我说笑，说我这一生不负远来之意，唯差一件事，我孝大先帝年老魂归，只差一死便可圆满。日月悠悠，算来今日便该是我圆满之日了。师父，你们不要哭，出家人应当看破放下，尤其是你曾与我共历生死，今日乃是我功德圆满之日，何必哀伤，快起来。求那跋陀罗。南北朝时期，刘裕建立南朝刘宋，历经数代传至孝武皇帝刘骏。刘骏登基时年仅24岁，叔父刘义轩因拥立有功，被封为丞相、南郡王，掌控朝廷大权，于是专横跋扈，萌生叛乱之心。好，一切都筹划妥当，诸位将军准备发兵，随我攻入建康，事成之后我为皇帝，诸位都是开国元勋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诺。对了，安排一下车马，本王要去寺庙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要请佛祖庇佑啊。我认识一位高僧大德，叫求那跋陀罗，屡有不可思议的灵验，若他对佛祖祈愿，定能保我心想事成。既是如此，天下岂不是大王掌中之物？末将越护送随大王前去。有了佛祖的加持，我定能坐上皇帝宝座。刘骏无道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本王决定行武王伐纣之事，还请法师向佛祖祈愿，保佑我军攻城拔寨，势如破竹。事成之后，本王定会不吝钱财，为法师建一座雄伟寺院，保证年年香火不断。大王此言差矣，皇帝建座不久，已置在恩家海内，恢复礼乐，尊孔崇佛，改革税制，使国家得以发展，百姓得以生息。大王既然信任佛祖，自当以慈悲为怀，专心辅佐皇帝治理天下，万不可心生妄念，以招祸端。法师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肯帮我喽？望大王三思，贸然发动战乱的人，贫僧断然不会帮忙。你，哼！自法师到我大宋国土以来，我尊敬供养法师，虔诚礼佛，如今我有求于佛祖，你为何不肯帮忙？若如此，本王供养你等僧人又有何意？也罢，即便是你不肯帮我，那佛祖常年受我香火，也定会保我马到功成。阿弥陀佛，近年来兵戈不息，百姓嗷嗷，如今国家方定，大王岂能再生邪念，致使生灵涂炭？这种天大的罪过，是无论怎样供养三宝也消解不了的。贫僧劝大王放下妄念，一心向善，则百姓幸甚，苍生幸甚，若一意孤行，则祸不远矣。哼，法师莫要再与我讲这些老生常谈，本王心意已决，不日便会举兵讨逆，法师到时随本王出征，我要你亲眼见我踏平健康城，待生擒刘骏之时，看法师有何话讲。告辞。阿弥陀佛。哼，好不识时务的和尚，竟敢不随本王的心意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不可，这老和尚颇有声望，直接动手会有损本王的名声。你们几个把这个老和尚给我看住了，举兵之日把他带在军营之中，推上战场，架敌军之手杀之。刘义轩不肯听从求那跋陀罗的劝告，一意孤行，举兵反叛，最终兵败梁山中，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而就在刘义轩兵败之时，求那跋陀罗正在乱军之中，经历了九死一生。
罪过罪过，肉食者争权夺利，却害得无辜百姓无端遭到杀害，可怜这大好人世间竟变成地狱修罗场，真是罪过。小施主，你怎么样？我是不是死了？怎会在战场上见到和尚？阿弥陀佛，小施主尚在人世，贫僧也与小施主一样，被卷进这场战乱之中了。哦，难怪，这世上根本没有神，也没有佛。啊，好痛！别动，我来帮你。快走呀，一会儿敌人一定会来搜刮，到时咱们就跑不掉了。你这小施主虽然年轻，却很有战场经验。那当然，别看我只有13岁，可是身经百战了。话说回来，法师你也不赖嘛，虽是天竺人，却说的一口好汉语。这是有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呀。观什么音？观世音菩萨，当年我刚来汉地时，打算翻译经文传播佛典，可因为言语不通，心急如焚，于是我早晚礼拜，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我能传译经典。某一夜，我梦到有一白衣人右手持剑，左手持一人头，将我人头一剑砍下，换了他手上的人头。我骤然惊醒，却发现已精通汉文汉话，全无滞色，这便是观世音菩萨的灵验。换头？人肉砍下头颅，岂能生还？我才不信！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将来你若有难，可潜心礼拜观世音菩萨，自会消灾解惑。哼，阿牛，我自认为命硬，一生不信神佛鬼怪。唉。啊！啊！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！啊！奇怪，我刚刚明明听到这里有人说话。哦，将军，您看，金书、念珠，这个我认得，一定是那个求那跋陀罗。哼！大王要我把他带到战场上除掉他，想不到这个老和尚命大没有死，他一定就在附近，给我搜。法师，跟我来。啊，想不到这刘逸轩竟然如此无情无义。事已至此，小施主莫要是我拖累，你自己逃命去吧。老法师您何出此言？我虽然不信神佛，但法师您救了我的性命，若我弃你而去，岂不与那刘逸轩一样了？您放心，翻过这座山便是长江，渡过长江，你我便安全了。小施主，贫僧已年过六旬，一心追随佛陀，有此一劫乃是因果定数，贫僧并不贪生，更不愿因为自己而使他人陷入危难。小施主，你正年少，不可因为一时血气方刚误了性命。哎呀，法师您动辄因果定数挂在嘴边，我助你逃离，不也可看成一种因果定数？法师，我自幼失去爹娘，又生逢乱世，每日刀头舔血的过活，自以为人世间本来如此，而遇到法师才晓得，世间除了杀盗淫妄，还有法师这种大爱之人。所以阿牛，我虽不信神佛，但仍愿意保护法师逃离战场，以便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法师的感染，弃恶向善，走向正途。
过了这条江，咱们就安全了。可没有船，怎么过江啊？法师，你不是说念佛念观音能消灾解祸吗？让你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帮咱们啊。法师，法师不好了，敌兵追过来了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小施主快快躲藏起来，贫僧跟他们走便是。哼，老法师，这群航母外的杂兵最是凶残，我虽不信佛，却岂能丢下你不管？你先逃命，我和他们拼了。不可不可，你少年少，莫做傻事。他们在那儿，快追。老法师，你快看，方才这里明明没有船。一定是菩萨保佑，小施主快快上船。不好了，这船没有桨。法师，我推动小船，船行至水浪中，自然会随着波涛航行。法师，我帮你。你莫要下来，你腿上有伤，帮不上忙。可是法师，我怎能？你要帮我就念观世音菩萨。快，歇着让他们跑了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愿菩萨保佑阿牛逃出灾厄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法师，小施主，好好活下去。老法师，我自幼研习佛法，博通三藏经典，为显扬佛陀的大悲之心，博度众生于滚滚轮回之中。我来到中土20年来，我翻译经典，传扬佛法，疏忽之间以虚伪敬拜，想我一生谨遵佛陀教诲，一心修行，不敢稍有懈怠。如今尘缘已了，心中已再无牵挂，唯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阿牛平安返乡，保佑世间孩童不再受战乱之苦。还活着。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法师平安，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法师平安，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小施主。我难道是在梦中？不是梦，小施主，贫僧还活着，还活着呀。老法师，你还活着，谢天谢地，你还活着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奇怪，按说这和尚受逸轩供养多年，本以为会替那个反贼出谋划策，可朕翻遍他的书信，却只字未提军事，多是劝其从善如流，此事着实令人费解。陛下，陈文内僧人自20年前来到我国，一直潜心以经讲法，劝人向善，对礼法并无半点逾越，但凡见过他的人
都称赞他胸怀坦荡，是一位高僧大德，盛名之下无有虚实。我想这位法师应该名副其实。朕曾平蛮越，抗北夷，一生杀人如麻，从不相信什么兴善之说。义宣谋反之际，朕势单力孤，多少公卿大臣都叛朕而去，这外邦的僧人却能忠于皇室，只守正道，实在令人唏嘘感叹。去把法师请来，朕想亲眼见上一面。贫僧求那跋陀罗叩见皇上。法师跟随义宣谋反，一路劳苦功高。陛下，贫僧沾染罪过，自当粉身碎骨。哼，朕听闻法师不但受那乱臣贼子的供养，还跟随他一道出兵反叛，可有此事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参与政事，但贫僧虽是受其胁迫，亦是夙缘所感，贫僧愿意领罪。法师自称受人胁迫，可有凭证？义宣谋反之事确实是将贫僧带进军营，可陛下若要贫僧证明是受他胁迫，贫僧除一句出家人不妄语之外，别无凭证。法师不怕死吗？回陛下，贫僧怕死，但贫僧更怕违背佛陀，违背三宝，违背这天地间的正道。说得好。法师，朕最后问你，你可想念义宣？陛下，贫僧受其十年供养，恩德不敢忘却。义宣虽是反贼，可他已然辅助出家人，慈悲为怀，若能蒙陛下宽宥，贫僧请为义宣超荐三年，以减轻他的罪孽。哼，陛下，法师应该是一路颠簸，意志不清了，臣恳请陛下饶恕他年老昏聩之罪。法师果然如传闻一样坦坦荡荡。好，朕便准许你为义宣超度，成全法师的仁义之心。多谢陛下。小施主。经过这次劫难，我亲眼见到了观世音菩萨的灵验，所以决定剃度出家。老法师，请您收我为徒。我愿皈依三宝，跟随老法师修行佛法，愿将佛陀的真理传扬给天下人。善哉，善哉。看哪，佛陀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求那跋陀罗于42岁时来到中国，75岁圆寂。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典并宣讲佛法，先后译有《杂阿含经》《大法古经》《圣蛮经》《伽伽经》及《相续解脱经》和《无量寿经》等佛教经典，为佛教在汉地的推广和传播做出极大贡献。Thank you.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